各位观众您好，我是李曙芳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全方位。台北股市呢，在今天非常非常的可惜，呈现了下跌100多点，收盘的指数呢，重新回到了10400点之下，来到了10362点。为什么说非常非常的可惜呢？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，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是防守跟攻击，结构跟大盘，它是完全是不一样的。可惜是来自于在今天里面延续我们在之前告诉大家的说，台北股市呢在今天里面是能不能够站稳五日均线第三个营业日，也就是关键的一日。你必须要站稳五日均线三个营业日，它的五日均线才会扯平而向上，那你的短多你才可以去做进行。可在今天，因为昨天美国股市大跌，因为日韩上面的问题，因为汇率上面的问题，整个市场上面的气氛它是比较恐慌的，所以造就出来台北股市几乎是收在今天的低点，跌了109点，来到10362点。所以台北股市在这个时间，我们说到底该攻击还是该防守？第一件事情，我们说就结构，台北股市昨天的结构是很好的，你虽然看到下跌22点，但是上涨的加速呢非常的多，就像你在今天里面看到了下跌109点，几乎收在今天相对的低哦。可是你也看到了台北股市呢，它出现了什么？这边呢有将近300家上涨，这边有294家上涨，也就是说加起来将近有600家它是上涨的。所以这个结构上面它并不弱，尤其是一些中小型的个股，每一个族群之中都有一些人的点火，或是大部分的中小型的个股它相对性的抗跌。可是问题是这个市场上面整体的指数它是由整个结构上面出来，而台湾我们说过，台湾我一直希望我们的政府它改成平均指数了，但是并没有。所以台湾基本上你的指数还是有50档T50 的成分个股，台湾50的成分个股去把整个指数做串接，而按照它的资本额去做加权的计算。所以只要台积电啊、鸿海啦、这一类型的个股跌呢，台北股市呢就很难不跌。所以在今天的台积电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以台积电而言，今天就跌了多少？4.5块嘛。那它的一个下跌就将近40点，虽然你去拉了金融个股，但是呢，你的权值上面而言，你抵不过台积电，抵不过大立光，你抵不过鸿海，你抵不过台硕世宝，好，他们的下跌。所以今天龙头型的权值个股的卖压很重，所以人一定是外资杀的，好，今天的大盘一定是外资杀的，而且卖压还不是很轻。所以从结构上面，我们说这个结构上面没有什么好谈的。这个结构上面来讲，说从昨天到今天看得出来，台北股市有内资、有业内、有主力、有人持续在这里面操作，今天也是一样。可是就指数上面而言，今天就是没有站上五日均线。我们说技术面能不能够带感情？很可惜的是，技术面不能够带感情。那我们在昨天也跟大家谈过，说当大盘它是一个试图打底，这是昨天嘛，试图打底，那棒子上来，棒子打下去，低档胡萝卜，震荡的格局。但是一般投资朋友而言，你呢，你一定要买安全嘛，不然的话，我说实在的，整个一个大盘，我就问观众朋友一件事情，指数再跌你怕不怕？怕还是不怕？当然是会怕的。所以大部分我们说有时候要超额利润好的价格，很多你要赚钱的个股都是带大家最惊慌害怕，啪一声你去杀低的。所以如果不是在这个时间点，在当时候美国股市大跌，各方面大跌，台北股市杀到10180，反弹到10500点以上，然后来到了这个大量区间它的一个压力的话， 那这一波你很难赚钱了，因为大部分的股票就是叮叮咚咚上上下下。所以在这个过程中，因为它没有站稳五日均线三个营业日，你短多可行吗？你就不一定了，因为这个盘呢变成它是一个震荡格局。虽然美国的盘后盘目前是上涨，但它就是会震荡，美国股市会震荡，台湾股市呢
今天没有站上五日均线，好，第三个营业日，那就代表台北股市空方式没有解除。当你空方式解除的时候呢，你才能够什么借力而使力，好，去站上什么10524点到10614点。那如果没有的话，它变成它重新什么防守，所以这个盘又变成要防守什么？防守这个低点，收盘价不可以跌破10227或是10180。为什么不能跌破？一旦你跌破，你现在的季线扣的位置在这里，你对中线的格局上面你就有疑虑。而且市场上面我讲白了，一定会跟你讲，这个跌破这就是颈线，好，它就是颈线。哦，那大家就会说啊，这样的话你等量测量跌幅会到哪里，哦，那个部分就会造成技术面上面停损的卖压，所以这个大盘又变成防守。也就是说，当大盘如果站上五日均线三个营业日之上，那做短的投资朋友你当然就进来啊。那怎么进来？贴着五日均线一震荡接近五日均线你就进来，它就表示它有一个比较大的，好，比较有空间的一个阶段。那如果在今天它没有去站稳三个营业日，站稳五日均线，今天刚好第三天就是没有，那就代表台北股市呢它是防守盘，哦，它是防守盘。所以在今天里面你当然不用火力全开，署方一定在这个节目里面告诉大家技术面就是技术面，那我也不用讲废话说啊，就算台北股市大跌也有上涨的个股，那不是讲的是废话吗？那台北股市大涨也有下跌的个股啊，是一样的道理。所以这个部分里面来讲话，就告诉大家说，这个时间点的台北股市呢，它变成仍然是一个震荡棒子跟胡萝卜防守，好，防守的一个格局。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依旧台北股市的收盘指数不可以跌破10180跟10227。好，那另外部分来讲话，这个部分对除了刚刚谈到对中线格局比较有利，假设台北股市防守再度的勾脚往上攻，它最好了，最好它的第二只脚比第一只脚来得高，好，那这样的话它卡会掉。因为我们在之前有讲过，其实为什么台北股市在这一步的下跌，因为从将近11000点跌到10180，它的跌幅很重，这个不可能单脚的啦，好，它不可能单脚，所以它一定会震，它一定会震，不然就是要量去做表态。那我已经说过，这一只脚的量可惜太小，它绝对不会 V 转，所以拉回来，如果再往上带，它最好角度要比10180来得更高。那第二件事情，它再往上带，最好能够站稳五日均线三个营业日。你看这边，我放大给大家看，你就可能比较清楚。这边下跌从来没有站上五均线三个营业日，对不对？一个台北股市要扭转空方式，它一定要站稳五均线1、2、3嘛，好，三天在这边是不是站上？站上之后怎么做呢？拉回接近五日均线的时候你买，就算破五均线，因为它是三个营业日之上，这边有破啊，对不对？就算它破，因为这个五日均线是三个营业日上，它一定是翻阳向上的，它很快就会回去再往上，这样了解吗？它就是因为要扯平而向上，让它不会形成上档上面的反压，所以它一定要三个营业日以上。不是只有如此啊，大家可以看这个边都一样，只要跌幅过重的时候都一样，都是要三个营业日，好，三个营业日以上它才有一定的一个机会。所以在这个时间点里面，因为台北股市呢8月15号之前它是公布上半年的半年报，就是第二季季报，再过来是7月份的营收。那现在台北股市还不是多方市，所以还是要留意利多的个股。那外资现在来讲的话，期现货没有同步做多之前，我就跟大家讲了，今天跌了109点，有将近600家是上涨的，所以你还是以中小型个股为主，哦，你要操作就是以中小型个股为主，这个部分会是比较好的一种方式。那我在今天里面来讲，延续我们昨天谈到，其实在之前呢，我们最早买伟创集团的个股呢，是买微软，好，4953的微软。那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，我会从技术面来跟大家讲。那回应我在上个礼拜四，我曾经在我的 Line@ 好，就是小老鼠 Queen 88598，哦，你可以加入我们。我说我们如何在技术面还没看到转弱的讯号，或是在技术面你没有看到转强的讯号的过程中，你可以去了解到它可能在未来
产生的变化，这就是盘感嘛。那我们说过，我后来选择的，我宁愿选下半年或是未来里面它是旺季的，或是它位阶比较低的个股去做选择。那微软之后呢，我就讲了微影这一家公司。那微影这一家公司呢，其实是很重要的，它第三季根本不是旺季。那说为什么老师你要选它？第一件事情，它回到了什么？它回到合理的本益比。那第二件事情，在今天里面，我除了要讲盘感之外，我还要探讨的是，因为我刚刚已经把答案告诉大家，现在要稍微防守。那我们会从本益比的角度来看这家公司的目前的价格合不合理。那另外一部分来讲话，我们要了解到营建公司、设备公司，或是呢接案的一些的公司，你一定要怎么样做？它不可能你一接到标案，一接到案子你就有营收，你一定要接到了案子，你出货的完成，对方验货完成之后，你才可以认列营收。设备个股、营建个股更麻烦，营建个股以前是完工入账法，按照你的完工比例里面去认列你的营收，可是在整个一个会计原则的改变之后呢，营建个股要怎么认列？你要完成盖好房子，你要做一定的行销之后，你才可以认列营收，所以他们的营收是很难抓。所以微影呢，在最近里面，你可以从它七月份的营收，奇怪的，明明都是双衰退，为什么外资或是投信法人里面来讲看好它？因为它接到了一些的案子，就是我在这个节目里面讲的，像脸书、像亚马逊，或是像其他的公司里面，它接到了案子，而这些的案子它接到了，对不对？可是它什么时候才能出？第四季才能出，明年才会出。所以他今年里面来讲话，大概就是30-35块，好，明年可以到40块钱以上。所以外资当然就把他的目标价看得很远，因为你看一天，人家是看长线，这就是外资的报告上面他有一些不大一样的一个地方。那你来看这一家公司里面的个股，如果按照投资朋友来讲话，你的一个操作，我们说这一档公司里面从营收的角度不怎么样，可是从技术面的角度呢？大盘，我就跟大家，大盘是破了所有的均线，来到年线下，它守在季线之上，甚至呢守在月线之上，它收盘都没有跌破月线哦。到昨天为止，最高430.5，今天还是逆势上涨的，因为它明年里面可以赚到40块钱以上。好，这是你从技术面的角度看到这个样子。那第二件事情，在微软的部分。我在昨天里面是有一些的调节，那我先跟大家讲原因哈。我们说另外一个，我们说腾落指标是一件事情，第二件事情，如果你看到一档个股很奇怪，它在固定的价格之上，就140之上，你有没有看到很多毛毛虫？就是它一直频频出现上影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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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是。它的一个低点，我说这个短线上面破五均线当然是一个警讯，可是它有没有跌破月线？没有嘛。所以你波段操作者，你当然可以持股续报；短线操作者，我说的4+1都一样哦。好，短线操作者，好破五线你就走人。那波段操作者就是月线，它月线没有破，那没有破它去除全息嘛，然后噔噔噔噔这样上来，到昨天它这个还原全息就是将近什么150块。将近150块，那我就说，因为它之前在这边是不是频频出现上限？你还原全息过后，它来到150块钱，那请问你有没有又出现上限？又出现上限，所以我昨天不是调到这里，我们昨天是冲上的时候去做调节的原因呢，就是因为它频频在某一个价位、某一个区间出现了上限，这就是我调节的一个理由。但是我没有说我看坏它哦，它的财报很好，但是问题是。整个一个微软的财报，我说我个人啊，我并不是说我是一个股神。那我说过我的优点在哪里？第一个，我在这行业够久；第二个，我对业整个一个所谓的公司上面它的营收或是产业上面，我们会去做研究。所以在当时候我就跟大家讲说，微软第二季呢会到2块钱以上，所以它公布的利多对我而言。不是利多啊，可是对很多投资朋友而言就是利多了，
因为你并不知道嘛，优势就在这里，所以我可以买在100几块、110几块、120几块，我可以卖在140几块、150块的原因就是如此。所以投资朋友自己去想，所以我们在当时候在这个节目才会跟大家讲，那如果以位阶的考量，这个是腰斩股，它是腰斩的，它的营收也不好，可是在一个利空之中它打出了大底，那你当然可以留意。所以任凭台北股市在今天是大跌的，那有没有股票是逆势上涨？有啊，那原因就是如此，大家自己去做。我也跟大家讲了，以微影而言，其实它的一个订单的出货是在第四季，是在明年，但是在明年里面来讲的话，从今年的35块钱上下，它到明年会到40块钱以上。那如果40块钱以上，那外资的那个些的目标价，今天你看报纸都有写，我就不多谈。其实它的原因就是以一个未来的获利预估值，以一个本益比，这个产业上面的本益比去换算出来它可以有的目标价，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所以在最近里面你可以发觉到一些的公司，哎，公布七月份的营收不怎么样，但它未来是旺季，未来是好的，所以它并没有呈现的大跌的原因，它就是如此哦。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里面的台北股市呢，你只有两个选择，应该说三个选择啦，好，七月份营收好的，其实你已经要跟第二季并在一起看，因为8月15号是一个切割点，我说过它是一个切割点，在8月15号之前，你要注意七月份的营收，你要注意第二季财报好，但8月15号之后呢，尤其到8月底之后，你要注意的是第三季旺季的概念个股，你要注意的是低位阶而开始转强的个股。就是我们在目前选股的一个逻辑，所以在这个时间点里面，如果你认同我们的一个想法跟操作，要了解到属方的优势，我的优势上面，你这些现在才看到的一些的获利营收，我们在之前都可以事先的去帮会员朋友去做掌握，这就是优势，因为可以从产业，可以从营收，可以从毛利上面他去做一些的预估。所以在这时间点要跟上我们在未来，当台北股市我们说不用心急，但是呢在最好的时刻的过程之中，你一定要敢火力全开，这就是我在这个节目里面一直在强调的一件事情。这个大盘其实我并不像大家这么的悲观，因为我觉得这个盘就是有人嘛，否则今天怎么会有上涨600多，将近600家的上涨，所以就代表这个时间点大盘还是弱的。可是当大盘弱的时候，因为很多人看着指数在做股票，他一定会乱杀，那就会有好的个股，好，它出现了一个可以买进的价格，容易赚钱的价格。所以要掌握住一些好的价格、好的股票买点的观众朋友呢，就趁着广告时间点打电话进来。那我们进段广告之后，再针对个股来介绍给大家哦。你干嘛啦？真正亚兰亚兰皮嘞嘞！国安感冒药对发烧、头痛、流鼻水、脑痛、肌肉酸痛，真有效哦！一定要用三个感冒国安感冒药。永诚国际投顾，秉持诚信、专业、客户至上，领先掌握市场先机，阵容坚强的知名分析师，一流的研究团队，专业扎实的研究分析，为会员创造一流的绩效，成就市场一流的口碑。永诚国际投顾拥有完善制度，顶级硬软体设备，投顾投资准确性及时效性，用心对待每一位会员，精辟独到的投资建议，我们是您永远的依靠，我们是您投资的不二选择。永诚国际投顾用诚信、专业创造绩效，一通电话财富翻倍，一通电话希望无限。永诚国际投顾入会专线02-2563-9777，02-2563-9777。我是赵树海，今年68岁，我选择固力稳定，灵活稳健，大家一起来。固力稳定，各大药局均有贩售。阿妈现在关节不会痛，变得超好的。根
吃药一样有效，吉利镇痛乳胶快速渗透，直达痛源，长效12小时击退关节疼痛。全新吉利12小时镇痛乳胶。为什么我吃挺力？因为光补钙不够，补再多还是会掉出来。挺力不止补钙 ，D 三增进钙吸收，更有美锌同锰，补钙不漏接，骨骼好健康，留住年轻动力。马桶可以更省力，妙力马桶清洁球，一次冲水4种功效，清洁、去污、防垢、芳香，轻松洁净，轻松省力，德国科技妙力。全年中原感恩月，先储值享10%，再消费享5%，给你双重回馈15%，满额印花加码送，再抽100万储值金。每个人关于味道的记忆，大多数都与妈妈有关。也许每个女儿都想学会妈妈的味道。我是赵薇，欢迎品尝东方味道。8月25日起，周日晚上10点，中餐厅。我不进王府，我绝对不进王府。谁叫那狗屁狮子会毒的我？去叫我一声大哥吧。等我母亲回来，我就正式认你做妹妹。妹妹，热燕窝24K 极浓燕窝，小女花不弃。你好，欢迎回到股市全方位。其实股票上面来讲的话，大家知道你要买，买到一个好的价格，一定是营收的谷底。大家都说最旺最旺最旺的时候，它有时候是一个卖点，它是完全跟你的逻辑上面它是不一样的。因为你最旺最旺的时候，你未来你的基期垫高，你不可能更旺，它有时候就会造就股价的一个高点。那我们再从我说过，在目前除了4+1的产业，我说四好就是功率放大器、散热模组、PCB、真无线蓝牙耳机跟半导体嘛，这是4+1。那未来里面，我也讲得很坦白，我看好的是5G 产业。5G 网通产业上面，它一定在未来里面，它一定是全世界。我不管你现在中美贸易大战怎么打，我不管你未来的景气怎么样，全世界就是要推。好，它就是要推。所以在这个过程中，刚刚你谈到了微影啊，当然现在这个我们看到电视上面也有谈到微影，我就不多谈。它另外一个部分是谈到2345的智邦了哈。那智邦你可以发觉到，它在今年的第二季获利很好，然后上半年赚3.85，可是我并没有推智邦，为什么？因为智邦它已经涨到150几块钱最高，今天拉回哦，它拉回的幅度就比较大，来到140几块钱。可是3596的一个智亿。智邦会比智亿来的强，是因为它的第二季，好，第二季是智亿的淡季，智邦的旺季，所以智邦强嘛。可是从获利角度，一个是 3.85， 一个是 3.73， 差1毛多，可是股价呢差了40几块，将近50块钱。那就要看你是要从获利的角度、本益比的角度来看。那我已经说过了，智邦我们在之前就智亿我们在之前就预告7月份的营收会上来。那我跟大家讲，我个人我的一个算法跟我的想法跟我的理解，7、8、9逐月走高，今年里面可以赚到7.5、8块钱。那这样的话，它的本益比如果跟大盘来比，它都更低了。好，它相对性的就是低的，那这个部分你留意。那另外部分来讲的话，在今天蛮好玩的一件事情，就是3704的合情控，你有发觉它7月营收爆烂。7月营收爆烂哦，可是呢，你要去看到4906的正文也是衰退嘛，3380的明泰也是衰退嘛。我再拉回给大家看它的过去，这些的个股呢，其实六月跟七月比，是不是七月最烂，然后再来往上走？有没有看到？这是明泰4906的正文一样，六月跟七月走看它是往下，再过来往上走。3704的一个合情控，六月跟七月比，是不是大下跌？未来呢，往上走，
这就是大家来讲话自己去做留意的一些事情。因为我刚才谈到五 G 分局端、应用端跟客户端，那有些局端、有些标案的，你就是接了单子，你要等到出货完成，尤其是五 G 设备公司局端的部分，就你有订单，你要做完成，对方开始验收完成，你才可以认列营收。那以我来看，我刚才已经讲了，核情控这一类型的就是这个样子，那你自己去留意。那整个 PCB 里面来讲的话，我也跟大家提醒大家，泰鼎的部分里面营收很好，现在的拉回要注意哦，去掌握住一些投资的买点，我就不多谈。那我昨天也跟大家谈了5469的汉影博有没有逆势的上涨，股票不是要涨上来你再去买，要跌下来，你看它都守住月线了，接近月线的时候去买，你才是一个赢家。那股价我就跟大家讲，为什么我很喜欢从基本面的角度切，如果我了解到一家公司的获利跟营收，那我去低阶我当然可以赚钱了。梁维我之前就讲上半年会赚去年一整年，第一季就 1.12， 过去是 1.14， 今年一定赚了很多。那上半年赚 2.84， 你股价里面来讲便宜的时候为什么不敢买？你今天还原全息呢，也是创了一个高。所以中心思想的操作价值一定是来自于这家公司的获利，你的一个技术面一定是来自于它的一个买卖点的一个介入。所以在这个过程中，8月15号之前你就锁定7月营收第二季季报好的，再过来8月15号之后，你就要锁定第三季旺季的概念个股。位阶在调整的时候呢，就留意价值型的投资，这就是在目前我个人认为我个人的获利的方程式。认同署方看法的投资朋友呢，你就趁着广告时间点打电话进来，再跟上我们在未来全新的投资组合哦。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